牛津金汤不是的东西，你耳朵塞绿毛了，你听见七八的最高级吗？可你们是我的师弟师妹呀、之前不都意思过八成吗？石红杏牛俊杰那百分之百的不爱分子，你跟石红杏是同辈人间，挪用公款那是要犯错误。我这个人就是胆小，怕将来说不清楚。阿弥陀佛，岂有那些立财神立命之恩，我扛得那么久了，我就是为了不破产。这是石总给特批的5万，我该要整死我。中孚集团他就是个驴子，彻查此事，一查到底。我希望这个人物未来的呈现会打到你，会让你心痛。他自己是廉洁的，他不贪财，但他很贪权。我是牛俊杰，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牛魔王，我不认可，我觉得我是个倒霉蛋。你说我是好人坏人？坏人你一眼能看得出来吗？我是皮丹，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很多事儿不是我干的，那就不是我干的。领导没有让我干，那我就不干。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替人着想的一个人，本本分分的做人，踏踏实实的做事，这就是我路建设。我在这个戏里面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很好，善良、忠厚、老实。你们猜一猜，我们这个戏里最坏的大老虎是谁？这个有时候呢，个别领导让他干点好事儿，有时候个别领导让他干点坏事儿。我到底是干了好事和坏事呢？您猜一猜。你们看我像坏人吗？哎呀，我说仁慈。也可能我就演一个好人。你们看我像好人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妖魔鬼怪我见多了。我演的还就是个坏人，反正我现在不告诉你们。接下来，我想听听大伙怎么说。